按什么键可以查看怎么合成东西啊？按 R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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没用吗？没用。你把鼠标放到那个上面。对，鼠标放上面。对啊，我知道啊，没用啊。你是不是在物品栏里面，在下面那个搜索框里面再输入 R 啊？不是，那个没事，不是那个东西。不是按 R 就行了，我再按 R， 再狂按狂按 R。我是不是有按键冲突啊？没有，有些东西就是不能做出来，那就不行了。不是，竹子肯定可以做其他什么东西的吧？那你按 U 就是看它能干什么。U 啊，哦，我操，这他妈有泰，哎，果然泰拉瑞亚钢头盔，你看，果然泰拉瑞亚帽的，操你妈，跟我这逼逼车车的。泰拉胸甲，泰拉护腿，你看还有泰拉，我看那个果酱那个一开始那个木头的衣服就是泰拉瑞亚。所以我在这里泰拉瑞亚大专家。容我说句实话，你们这些菜吹牛逼在这里。哎，我他妈好，都别录了，跟我录，看我视频嘛，他妈一群废物。我现在这里全都是，我现在一身银装，连剑都是银的。剑银啊？你想炫耀什么吗？他想说自己是剑银，对吧？我现在很银啊，不，我现在很银。为什么？我先把银剑拿出来，好了。我也非常银。木工知道我在说什么的话。银剑加攻击5.5%啊，不，加攻击5.5%。我觉着我们这个大厦就应该建个大长方形，结束了，完了。跟你一样盖棺材。哼。哼。建长方形。我在想怎么反驳，但是，哼，没想到，没办法。我就说一句哼，让你觉得。让你知道你我之间的差距，然后你就觉得哇，这人肯定是个非常厉害的人，我不应该和他反驳。我惹了一个不得了的人，对吧？如果有什么时候你那个什么争论不过别人现实生活中，说哼，滑翔翼，就跟我昨天虐撸啊撸打小学生一样吗？哼，就是你现在分数是0-15，然后那个小学生分数是20-0-20，然后他说你打的差，你就说一句哼，哼哼。对吧？吹牛逼呢！我今天看到一个故事，就是一个男朋友到一个女朋友家做客。叫我的故事，就做客还要，就是爸妈请他，不爱吧？那女朋友爸妈请他吗？然后，那个男的想把自己弄得搞笑一点哦，他想当一个谐星，所以呢，就是他爸妈就是做那个土豆的时候，啊，然后那个男的就当自己一辈子不知道土豆是什么。然后就分手了。没有，然后他爸妈就说这个是土豆。然后说男人说哦，土豆，我一直听说过土豆，但是从来没有吃过。然后他把自己当成很搞笑，对不对？然后所以他那时候，我的天，他爸妈已经开始有点生气了，就有点生气，有点不耐烦。然后就说你不可能不知道什么是土豆，你肯定在和我们开玩笑，对不对？然后男的就故意继续装着不知道什么是土豆，然后然后我忘了，说话说一半的是吧？对，就要打你啊！然后我忘了这故事了。我操，这他妈有骑马与砍沙漠的！哇！然后好了，先是泰拉瑞亚触到了这个徐府的 G 点，然后骑马与砍沙触到了这个果酱 G 点，下一个是什么？七龙珠，神奇宝贝，没有，是那个雷霆战争，反共魔族，战争雷霆，反共魔族，我操，不得了，谁开发这个魔族？谁开发这个魔族？我他妈拿把刀，我靠！这样就说哇，爆发了，我要一辈子玩这个魔族。然后艾特妮妮，对，艾特妮妮，我们一起玩吧。然后妮妮也说哇。我也要玩，滚吧你，对吧？然后我呢？我是什么？你城市天际线模组。我不喜欢这游戏，你太不了解我了。那你喜欢玩什么？我不知道。如果你们觉得我这个性格或者我喜欢的东西，如果我看到什么，我会这么激动？看到了，看到天音波。看什么？天音波，猛龙摆尾模组。哦啊啊！什么东西啊？很尴尬，现在是气氛。我们不知道你们知道什么，你喜欢什么 ？Yusuke 模组 ，Yusuke 是模组。Yusuke 哥哥不在家模组。Yusuke
Yukescast 治好了我多年的不孝。Yukescast 治好了我多年的不孝。Yukescast 差不多。哎，这僵尸我怎么打不了他？哎，我找到那个地方了。Yukescast， 我刚想怎么拼 Yukescast， 看本来是这么拼的。什么东西？ Yukescast 什么？你刚尝试吗？你的飞行器在哪？ Yukescast。什么 black and yellow 呢？ black and yellow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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 所以这是个真实的故事。当时 GL 在 QQ 上问我，你有没有听过一首歌叫什么鸭叉叉叉八个鸭路八个鸭路，然后我说我不知道有首歌叫这种有这种歌词，然后他说就是我立刻去呀，闪电什么东西啊，我操他妈这个骷髅射我一下直接闪电了，我操他妈大战斗的僵尸，大惊小怪。对啊，然后继续讲那个故事，对不对？现在果然死气。而且门怎么还红了？没人在乎。为什么？要怎么要炸？我立刻，哎呦，不得了！完了！为什么打那个门会红啊？好可怕！然后对不对？然后 GL 就去搜了，然后他搜到。来打下我你妈逼的！他搜那首歌叫《Black and Yellow》，我给观众拼一下。哎，还打我！哎 ，Black， 那么牛逼 ！Black， 打我 ！Black and Yellow，、哎、然后 GL 把它读成八个鸭路。对吗？请问不对，非常不对。我又要死了，我要死了，我要死了！哦，我死了。啊操！然后你神装又没了。P P 我吧，我在那。对。神装啊！你看我的布局都快动好了，你知道吗？我的大厦布局都快弄好了，你们做了什么？我只想挖了几十吨那矿石吧。对对，我只想说，我是个更优秀的人，仅此而已，我没有其他意思。优秀个屁！喂，你怎么能这样说我？我不知道为什么你能这样说我。因为呢，我们是一个对，因为呢，西西大大是一个注重正能量的一个实况主哟。哥哥啊，不滚吧你还注重正能量？因为西西大大以前是拍纪录片，我操他妈的一箭射死个娘，把娘射死，哎呦不得了！一箭射死个娘，射死个娘啊！我的妈！救命啊！你们他妈先 GTP 我！你是词穷了还是什么？然后就突然讲出一个很尴尬的一句话出来。又炸了我们多年的不笑，这么搞笑的吗？你这不要吓唬小朋友好吗？不要吓唬小朋友。哎呦，哦他妈的，哦是，哦操，哎呦去！我们应该出个 T 恤，然后上面就写这句话。哎呦，射死个娘啊！哎呦，射死个娘！不是一箭射死。哎呦，一箭射死个娘！啊，那个 CC， 你可以把房门开开吗 ？Black and yellow, black and yellow, black and yellow, black and yellow。我让他卡成狗了，这个。这不是对不对？人生总是充满锦刺的，对不对？所以呢？你妈的，锦记不是锦刺。哇，你肯定在派对上非常有意思，果酱，你是不是就是同学们非常喜欢的那个同学啊？是不是啊？不是，我是女生最喜欢的那个同学。对，我就这么觉得的，因为你一点幽默细胞都没有。操你妈！看。哎这么一个过不过就操你人家妈妈，不是应该说恨，呵呵，呵呵，我操你妈没用。我以前一直不知道呵呵怎么读，对不对？直到我有次一个同学读呵呵，我觉得哇呵呵听上去好好笑。我以前一直读呵呵，呵呵，呵呵，立马室友啊这个，我也是女神有三宝，呵呵哈哈去洗澡，不对，第二是什么？不是呵呵哈哈去洗澡，呵呵哈哈去洗澡，这他妈这女人傻逼吗？呵呵哈哈嘿嘿，这更傻逼。哎，我昨天忘了是大傻逼什么东西了。女神有三宝，呵呵哈哈嘿嘿。老叫你敢你敢答应吗？呵呵哈哈嘿嘿。哎，一点西施有羊肉吗？是吗？有羊肉的吧？西施有羊肉吗？我这里有羊肉啊，就是这是 mod， 你知道吗？我玩200都有 mod， 然后你说原版有这个东西吗？好、哦，咋的啦？啊，不服！干你脑子瓦特了？能脑子瓦特了？哎呦天！所以呢，我们本来在扩展这个地岩，对不对？然后水质就说他看他有谁，对不对？就比较厉害那种人，然后他说
Edmund D. John 这个小子啊，不错，对不对 ？Edmund D. John， 你们觉得呢？啊 ，Edmund D. John 是不是他？我挖了，对不对？我也觉得这个，还有这个叫敖厂长这个小子啊，也非常不错。啥？我敖哥？你看，你看啊，你这句话就被截下来，然后发到那个白虎那个群里面，然后哈哈哈哈哈 ，C C 这个人竟然要挖老一呢！我的天，我还记得这个梗。蹦蹦蹦，有些人不知道。对不对？什么叫做幽默？这不像幽默，你在黑市下失望主，你这在侮辱他们，你不尊重他们。智瑶，你是不是蠢？完了，你侮辱智瑶，智瑶是个实况主，完了。我都哭出来了，我刚刚眼睛特别痒，然后我抠了一下，我现在眼睛特别疼。天天抠了一下，我操！我把我眼球抠了出来，发现我眼睛特别疼。不是，我抠眼球。抠眼角，你治好了我多年的不笑。我觉得不笑不是一种病。完了，就差这么点，就差一二三三个方块。你能不能不要用泥土？就三个原石好吗？求你了。你要原石是吧？我这多了去了。对，原石。原石、啊、多了去了，你知道吗？原石可以合成啊。我们把我们工厂这个外层给那个什么给搭好了，完全不抄袭 Oxcast， 因为我们这个形状不一样。对，岩石可以压缩成压缩岩石。我刚刚看了压缩岩石，哈萨克。哎，哈萨克。哈萨克，哈萨克，你日本人吧？然后不是完了吗？啊！看，日本的嘎的死了。日本的嘎的。Fuck、哦，哎，滚！哎、你们是不是又打起来了？哎，来，哎呦，我给你打了，你过来。完了。挺狂的嘛。哎小孩，你知道 WWE 每天都是什么 John Cena 和 Randy Orton 有矛盾，对不对？你们两个就是 WWE John Cena Randy Orton。 好了，开始。神装是我的。哎，我的好我的东西全不见了。太可怕了。回家看看，回家看看，回家看。那你说这个工厂外墙应该用什么方块搭比较好呢？用原石吧，东西都归我了。就用原石吧，算了，我没捡，你过来捡吧。然后这泥土颜色好看，这粘土。你们有挖到什么好看的那些就是东西吗？粘土啊，有这么低俗吗？对，粘土挺好看的。红有没有红色粘土啊？红砖。对，我给你看，这个多难看啊！我们有这么多现代的。板砖有那个红色染色粘土非常好看，你还有那个什么红色砖块呢？红色染色粘土，不是，徐府，我们这个是现代工厂，不能用粘土粘，你知道吗？又怎么掉线了？你就这么生气的退出了，完了，让我好气啊！因为又我不接受他的意见，是不是？